钢集体出道就被质疑假唱，火箭少女究竟能火多久？自从创造101这档选秀综艺节目开播以来，就吸引了不少话题。从这档节目中，人们认识到了勇于追求自己梦想的小姐姐王菊，也认识到了杨超越这位农村女孩，更认识了一大群有钱有颜值又有实力的女孩。就在前两天，创造101这档节目终于落下帷幕，孟美岐、吴宣仪和杨超越以及其他八位女生一起组成火箭少女101正式出道，其中孟美岐点赞数最高，成功 C 位出道，之前呼声比较高的王菊却无缘女团。这其中争议更大的还是要数杨超越，在得知杨超越第三位出道之后，不少人都对其自身能力表示怀疑，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唱歌走调、业务能力较差的女孩可以有这么高的呼声。就连王思聪也忍不住站出发声，表示杨超越的出道是侮辱了其他十个人。前一天晚上这11个人刚参加完决赛，第二天晚上就直接登上了快乐大本营的舞台，其结果果然是不尽如人意。要知道，火箭少女101出席快乐大本营这次是全程进行直播的，在这过程中不少人就发现镜头扫过，女团中的许多成员都在假唱，这样的节目效果也怪不得会引起大家的争议。不仅如此，火箭少女中的孟美岐还因节目与何炅上了一次热搜，节目播出，大家都以为何炅是拉住孟美岐的手，但何炅很快站出来澄清，表示只是拍摄的时候借位，进而制造出了一次假象。对于火箭少女101这个团体的出道，不少人也表示怀疑，因为其中的许多人都表现欠佳，而且在决赛之前，内部就已经流出了一份出道名单，决赛结果与那份名单中的排名几乎一致。所以有人也表示，创造101这个节目有失公允。火箭少女101究竟能火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，不过可以预估的是，这之后还会有类似的团体被不断推出。